大家好，我是青石。今天呢，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嫁接了22个月的大叶杜鹃，今天终于开花了。大家看到啊，花开得不错。这个品种呢是 Dandy Man Color Wheels，那这个就是当时的接口，22个月了啊。那么现在还需要保护一下，到了大概22、1、2年以后呢，它木质化了，那么这个接口呢就完全就长住了。看到啊，这个是另外一个接穗儿。这个同一棵上的另外一个结穗儿，这个品种呢是 Dark Lord 的，花蕾也开始萌动了，它是晚花期的品种，这是它的这个接口也在保护当中。看到啊，这个接口都愈合得非常好，慢慢在木质化，看到底下那个咖啡色的往上走，那它就是慢慢的木质化。这个是另外一个结穗儿，也是同一棵上的，也是Color Wheels。它今年没花苞，但是它的，大家看到它那个叶芽萌动的很厉害啊。那么它的接口是最好的，接得非常好，而且开始木质化了已经。像这种就是保护也行，不保护也行，就不容易折断了。那这个是呢，它是真木，这个真木呢是 English Rosen，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，它有两个芽出来了。那两个芽呢，我准备再嫁接另外一个品种。这样子的话呢，一棵上面呢大概有4到5个品种在同时可以开放的，颜色是不一样的。啊，这个品种呢我已经选好了，就放在边上了。啊，这个品种也是大花，中粉的，挺漂亮的。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